而且咱真正无输呢，你也看，咱即到底不同意罢免票，拢总有七万几票，嘛是差不多伫门槛边啊。这几年高各位，我们扎扎实实的拿下了73,433票在地乡亲的认同。甲大家报告，我是拍电影的人。电影拍了吼，票房开好开歹，这不是咱会当决定的。昨咱嘛办一场演唱会，将我对台湾的历史以及着台湾的文化分享给大家。目的就是不论输赢，我拢希望传承着我的这个参政的经验，以及着台湾的故事，让每一个人对民主有无同境界的了解。那呢，这一路行来，我就感觉值得啦。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声多谢，笑的那种不是好的那种哦 ，Thank you。有人讲吼，你用罢免，用罢免减做两年三个月，我要跟大家报告，我不是输呢，我无代无志吼，加一年九个月做立法委员的经验呢。这一年九个月的经验，除了让我自己成长以外，你可以看到舞台顶端，咱台湾基进在这道面对罢免案，咱也成长很多。过去我对台湾基进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比如说咱做事情要更加认真，咱可能要跟媒体关系较好，或者是要有组织的能力，但是因为党的机器太小，捧不起来。但是现在我可以跟大家保证，台湾基进大汉了，这个汤骨汤不是我饮，也不是你饮，不只是咱这人饮，是台湾基进社会都大汉了。而且咱真正无输呢，你也看，咱这到底不同意罢免票，拢总有七万几票，嘛是差不多伫门槛边啊。欸，你敢知影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咱开一年九个月的时间。去年咱摕到12,000票，事实上一方面是因为对手阵营总统候选人坦白讲就是互人怀疑较侪啦。另外一方面，当然因为大选有足侪回乡，或者是平常时也无关心政治的人出来投票，但是。这几年高各位，我们扎扎实实的拿下了73,433票在地乡亲的认同，家己拍一下鼓声。所以这就表示台湾人民对少年人参政依然有期待，只是讲。20个月的努力，也阁无法度说服多数的人。这嘛代表，咱台中第二选区的民众认为，也阁有其他的选择，或者是因认为我做了无够好。这毋是大家做唔对呢，这是我单撇为做了唔对，做了无够好。但是今仔日以后，咱每一个人爱甲这种真艰苦、唔甘愿的心情。放在心内，化作民主的经济去影响其他的人。这道的书我完全无怨叹，但是我希望在这种选举的过程当中，咱用奥博博的数量会当愈来愈少。我无法度控制对手，但咱会当让家己更加有眼光，更加有知识。拄到不实的信息的时阵，咱有判断的能力。未来。也阁有公投，也阁有县市首长，也阁有其他的选举，也阁有足侪工课，需要各位台湾的主人、台湾的公民来继续努力。反正两礼拜，我过去的一寡代志拢向乌乌出来，当然有一定程度来影响到最后的投票。但是，这无代表有协助的人特别当参政。所以要拜托大家，在未来的日子，你们每一个人都是
台湾民主宣传的一个义工，好唔好？好。恁拢爱想办法去影响你身躯边的人，好唔好？好。哎呦！这画面制度嘛真趣味呢，我阁有七天的立委通做，这七天我会甲刷落来工课，一项一项甲做好。然后我有对大家有足侪亏欠，有足侪感谢。伫旧年选后，未赴通含大家写票，刷落来日子，我爱一个一个甲你感谢，感谢恁，予咱有做立法委员的机会，感谢恁，予咱。有为乡亲服务的机会，感谢您，予咱有伫舞台顶讲民主，讲阮是骄傲的台湾人的机会。这个机会，你也阁会当留伫手中，放伫选票，伫未来的投票行为内底，予台湾愈来愈坚强，予民主愈来愈进步，予咱的民意代表爱听咱的意见。这道的不同意票七万几票，我知影咱的选区有足侪都市较无法度了解的这种条仔的文化。我甲大家报告，如果你若去用欺负，嘛是会当找我服务哦。啊，笑的啦！至少咱去年证明咱捌赢过。至少在这种罢免案的动员，咱输无济。至少这条黑暗的道路，予咱拍出一个光明。未来继续支持台湾，支持台湾的政党，支持台湾的候选人，为台湾继续拍拼。感谢 ，Thank you。